你与冯绍峰自去年迅速坠入爱河已有一年多了，这对时下炙手可热的情侣档工作之余也不忘联手捞金，爱情事业两不误，可见二人的感情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日前又被媒体拍到倪妮和冯绍峰的情侣身影，二人当天戴着情侣棒球帽、情侣眼镜、情侣双肩包，总之是能情侣的都情侣了，真是生怕大家不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。从始至终，倪妮和冯绍峰就手牵着手舍不得松开，突然不知是冯绍峰的鞋子出了什么问题，倪妮俯身下来为冯绍峰检查，也可能是光脚穿鞋磨了后脚跟，倪妮在检查之后赶忙帮男友整理了鞋子，又贴心的轻柔后脚跟，真是贤惠。后来更是连提个行李箱都要两人一起隔杆牵手，但理应甜蜜出行有说有笑，却发现冯绍峰都绷着脸一脸严肃，没有露出笑容。